咱要是多了，咱都吃哈。一个鸡蛋，三个雪饼，四个萝卜，两碗饭。干活，干营生背冬阴，吃饭磨大白。不容易。过完年了，一直没吃个馅饼粥一类的。今天咱们到台东四平路这边吃一个老牌子，前面来过他家，但是今天非常想吃，不排地了，下雨了。要不排地了，你不用嚣张了吧？啊，锅贴卤煲全有了，这项目要命了。你现在，哎呀，这个盘子，俺家也有这样盘子，老宽的是，两个萝卜一个肉的，一个粥吧，我自己要行了。哎这是比较有名气的青岛本地早餐，馅饼就前面，24年卖这么一个老房子馅饼粥，还没有分店。哇哦，还没有分店。嗯，你吃这种店吧，你挑师傅。平时一二三四五上班的时候吧，一早排队的很多。今天是个星期天，上班的人少，排队的少，再加上下雨，知道吧？他家炸的这个馅饼嘛，炸的透，明显也炸熟了。但是刚刚好，不是给你炸的大了，咱不是说白或者黑啊，特别顺眼。面，我感觉上了年纪像我这样牙口的比较适合。以前不知道他还卖萝卜，卖锅贴，还有锅贴，但是人家这个调馅吧确实是厉害。萝卜2块钱一个，这个做萝卜的水平一点也不次，很强，皮儿薄，馅儿一看吧，那个汁儿吧马上就得喷出来了。他家这个已经可以省略打分了啊。哇哦，你给他家打分的太多了。但是萝卜馅饼和这个肉圆葱馅饼吧比的话吧，那个圆葱绝对好吃。因为馅饼粥吧排队排这么多年吧，多少有点道理，说明人这个味道吧确实能站住。一般极好的饭量吧就吃三个馅饼，我这样极好饭量了。一般小姑娘时候呢，你就来就吃俩就行了，要多了你也得带走，吃不了。你说这个年这年柱，新进你就喝不了这年柱，你知道吗？青岛这个老甜沫吧，你别以为是甜的啊，这玩意儿是咸的。青岛有句谚语叫“心急喝不了这年柱”，说的就是这玩意儿。你说打赢那些成天哈啤酒比赛什么的、啊。太不容易出词儿了，干啤酒的太多了，全世界有的是。你弄个干野甜沫、野粘住的比赛吧。我开玩笑啊，别烫着啊，那肯定也是一泡儿红了就。老甜沫必须要具备的是小豆腐块、小花生豆、小白菠菜叶，还有那个粉丝条子，味道是咸鲜，然后有一种那种谷物的那种香味儿。你看这个早饭吧，早饭。老北京那边有一个炒肝，炒肝那个，这个甜沫你那个喝法跟那个也是一样的，溜边啊，溜边啊，你别上来胡同就一口这东西吧，外面好像凉了，其实里面很热很热的，你寻思来上碗厚的，一口下我给你烫坏了。我还忘了个事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这个年柱啊，刚才送的人那个扁嚼面呢，站子个啊。人家吃黑劲儿，我愿吃这个软乎劲儿。你们那儿没有吧？来青岛要喝这个，早晨起来喝这个，晚上上啤酒屋，这都是一系列的啊，一套的。前面就是说那个四平路是台东这边比较好的一个小吃街，好吃的很多。这个老房子馅饼是其中一家，它斜对面有一个道口烧鸡，你文哥给你推荐了，以前也拍过他家。那个道口烧鸡很好，待会儿吃完了出去烧一个道口烧鸡，晚上再蘸一次啤酒屋，知道吧？您说的馅饼、萝卜和那个粥很好吃啊！谢谢啊！啊，他们家对面就有一个道口烧鸡啊，必须再烧一个烧鸡啊！要个鸡啊！给我尝尝。好，来，我给你曝个光啊！你的烧鸡很好吃。好，谢谢啊！谢谢你。